好的，我现在到委托人家里了。哎呀，这个空间的话，听音响很好，5米2乘5米8。然后它这个空间的话是这个层高有将近3米，啊，它这里的话是这样一套系统，宝华的系统，然后这个贵峰的这个小菠萝120可能是，然后的话它这个也是客厅，然后连着餐厅，啊，它这个餐厅如果算上的话，我前面测了一下，有9米多的这样一个空间，那这样一个空间听音乐的话是很好的，啊，它天花板上也没有做什么处理，就是吊了一个顶，后面放了一幅这个画，然后呢，我刚才看了一下它这个设备。它这个是声韵的这个1.1的这个一个数字转盘啊，然后这个大家自己看啊，是一个解码，我不是很熟悉。它现在有个问题就是，它后面啊这个用的跟不用的这个线都接上了，我是让它待会儿把这个线要拔掉，因为都插在上面的话，声音肯定是不好的。说给谁来听？
哎，何先生，今天我们的这个摆位也算完成了啊。这个我看您前面也，我在调试的时候，您也一直想做皇帝位厅。那么刚才自己做皇帝位厅了以后，您有什么感受或者感想？哦，这个很谢谢这次就是小毛老师过来帮我调这个音响哦。他现在调了之后呢，哇，我感觉哦，整套系统好像换了一套新的系统一样子，完全升级了好像。我也不知道我的那个 BMW 的那个702S3 的那个喇叭会有这种效果。我当时好想是去换喇叭，现在不用了。就是现在摆了之后，然后那个整个的音场，以前是2D 的嘛，现在是3D 感的，完全是，而且那高度啊那些，宽度高度都比以前好了很多，整个音场的定位好很多，还有。就是真的是那种感觉，要亲身来听过才知道对，就是这个，现在是能够体验到我之前曾经说过的用音响来看音乐啊。这个我也很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和委托，那么这个特地跑到东莞来，给到您这里调一下。这个一调的话还是值得，我也很开心啊，因为您的这个听力也是很敏感的，那么在调整的过程中也会及时反馈给我您的这个听感，所以我也很开心。来做这样一个案例。对，那真的谢谢您了啊，我也不知道我这套系统有这么大的潜力的。说实话，我也没想到，我当时的话还是觉得，因为这个环境的话本身也没有经过专业的声学处理啊，这个我也很久没有接触这样的这个喇叭了，所以我也是想着今天反正尽量调嘛，对吧？但是最终的结果应该大家还是都是比较满意的啊。对，是的。所以其实还是您现在是否觉得就是这个购买音响的时候，其实是要把一部分的这个预算要放到调试的这个里面是去啊，啊？肯定是的，肯定是的。这个，如果不把一部分预算就搞到，摆在这个总的预算里面，对总预吧？算里面是不行的。如果真的，因为这个摆的位置和跟不摆位之前是两回事，真的就是是，两套系统来的。如果我好像我这套系统的话，加起来的话应该都是10万左右吧，我估计比那些20万、30万的。应该没问题，可以 PK 一可能下。可以 PK 赢他，比他们今天听下来，这种可能概率性是很大，因为其实你去音展啊，或者有些音响店去听的话，可能真的还不见得，对吧？对，不见得能够胜过你这一套，所以就是说，安装和调试其实是两个概念。其实我们可能更加多的商家是提供了一个安装服务，或者说我们发烧友自己动手去把系统接了开声。但其实这种 HiFi High End 的音响，如果没有调试的话，对于他来说可能真的，我不知道。如果您打这个分数按照比例来打的话，你觉得调前调后的话？调前是发挥了百分之多少？调后是发挥了百分之多少？调前的话，我这最多是60%到70%左右，现在是90%多到100%了，差不是多。吧？有些歌曲都是100%，有些音乐可以去到100%。对，就是反正你也说了，这个是已经感觉像换了一套系统，是吧？这个就把它潜力全部挖掘出来了。对，我也不知道这套系统会有这种声音出来的，好高级哦，去有点 high end 的感觉。对，因为你的空间的话也是比较大，就是便于施展嘛，所以在这样的空间去调试的话，我也觉得是，怎么说，应该说是这个考试的这个环境，考场也是比较好的，好呀，那感谢这个今天您能够接受我这样一个采访，那也谢谢您过来百忙之中帮我调试这个系统。好的，谢谢您。好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